那我就放大一点声音。那么今天我的这个讲题比较短一些，宣布是给我一个挑战，因为大家完了以后还要练歌，但是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让我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来能够讲清楚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求神来保守我，让大家能够记住最关键的信息，这是最好的。从这个上次我分享的这个信息开始讲起吧。那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我上次讲的是什么。我上次讲的是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圣灵的喜，圣灵的喜。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喜里面回顾了一些这个洗礼的误区，还有这个保罗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讲的一信一洗一教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是接着上次讲的，我们有一些的小插曲。完了以后，那个我在这个结束我的分享以后，小明弟兄上来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总结的很不错。小明弟兄说，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什么呢？不是我们基督徒做什么，神都会爱我们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什么讨神的喜悦。是不是对于老基督徒来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后来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教室以后，有一个老大爷就问起来了，他非常的愤怒，他说你们教会怎么讲这个神的爱是有条件的，所有的教会都在讲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怎么就你们讲神的爱是有条件的。那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一篇的这个讲题。那我想其实为什么对于老基督徒来说，他并不会觉得小明这么讲有问题，而且我们大家都会阿们。对于新基督徒或者是对圣经还不是很熟的人呢，他们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同的教堂大家注意，我是用不同的教堂，那么不同的教堂他们讲的时候好像是有矛盾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神的爱，看看我们大家有没有误解的地方。那么我记得当时我在停车场的时候，因为这个老大也很愤怒，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就提了一个非常发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提的什么问题？我给大家放出来，大家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神就是爱，神爱不爱撒旦？神爱不爱撒旦？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啊，回答不上来是很正常。我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也接触很多的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其实问问题都没有错，我们大家去寻找真理的时候，就是我们来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如果神就是爱，神爱不爱撒旦？我们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在有的小孩子刷抖音，刷这个各种各样的地方，包括西方的，包括东方的，都会问这个问题，说如果是神是爱的话，为什么会把人送到地狱去？地狱是个，大家都知道地狱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即使是没有读过圣经，大家知道这个佛教里面也讲过地狱，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提到过地狱。地狱用耶稣的话来形容它是什么？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是地狱的场景，非常可怕。那么就有人在问呢，如果神就是爱，为什么要把人送入地狱？那甚至有一些的异端，我们把它叫做异端，那么这异端也会讲，所以说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地狱是一个比喻，它不存在的，因为神是爱，所以它不存在的。这是有一些的异端，他们这样下结论，因为他们觉得神是爱跟存在地狱这件事情是矛盾的，因此其中有一件事情一定是假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地狱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今天回顾的经文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两个问题。那么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把这个悬念先放下到这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完讲到他就中间他就离开了。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我们会讲神的爱到底是哪一种爱，是不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爱，是不是我们英文里面讲的爱，
这个爱的确切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也会提到另一个相关的一个话题，也是上次我讲完以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入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悔改。这个跟神是爱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认为既然神是爱的话没有必要悔改。那么神在这里的爱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人世间的爱。神的爱它有确切的一个意思。因为在中文和这个英文里面没有词能够描述出来，所以用了这一个词。那么大家如果是读英文圣经的话，大家会发现在这个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里面，把爱不是翻译成 love， 不是用英文 love 的，它翻译成 charity 这个词。 charity 是什么意思？ charity 大家要如果常用英文都会发现，如果是你去做一些慈善的事工的话，他们把这个事工翻译成英文叫做 charity， 它其实这种翻译更接近于希腊文的原文。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神就是爱，为什么要把人送入地狱？那这个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实际上比较长。那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这个地狱不是为人而造的，它是为撒旦来造的。撒旦他是一个灵，他没有肉身，他不能够被杀死。从神造所有的灵物，其中的灵物包括一个包括是人，一个包括是天使，都是有灵的，动物是没有灵的。那么神从造有灵的活物的那一刻起，这个灵就永远活着。所以神造了地狱把这个撒旦关进去，就是这个地狱是为撒旦来准备的。但是因为人崇拜了撒旦，按照撒旦的行为来做事情的时候，那么人就只能去什么呢，他们不得不忍受撒旦所带来的这个责罚。因为他们跟从了什么样的权柄，他们的后果也跟这个权柄是有关系的。这也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情它都有后果，都是 consequences。 那么后面一个后半个问题，神学里面讲的地狱到底存在不存在。那么我们翻开新约圣经，我们会发现耶稣他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描述地狱最多的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地狱不是一个这个虚构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在犹太人的圣经，这个在我们的66卷的圣经里面并没有保存，在以诺书里面，它有很详细的来讲，这是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在讲为什么神要造，然后这个地狱到底是不是真的，它在里面讲了很多。那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继续到进入到下面一个话题。那么能够理解神的爱，在理解神的爱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在圣经之外我们人经常接触到的人类的语言里面的爱有多复杂。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基督徒在了解真理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会引起争执，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是甚至会引起误解，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很复杂，我们人类的情感也很复杂。那我们大家都经历第一件经历的事情就是亲情。当我们从娘胎里面生下来的时候，接受母亲父亲的爱，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人世间的一种爱，亲情大家都能够接受到的。我们经常中文里面所讲的这个血浓于水，这个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其中有亲情的成分，其中也有一些是属于一种文化和族群人之间的一个感情，一个纽带。所以它不仅仅是亲情，它还有一个文化的连结在里面，但是它是描述亲情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是友情。这个友情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提过，那这个大家都会知道。如果你不是一家人的话，你会有你的好朋友，对不对？你在不论是在公司也好，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好，有很多的这个情感都是友情。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它用英文讲就是 reciprocal， 它是一个相互的。友情不存在单向的问题，亲情有可能是单向。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是比较无私的。这个无私的部分我们在讲什么？他讲他的单向性。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这个儿女并没有回馈给我们同样的
能量的爱，这是在讲这个亲情里面有单向性，那友情里面是没有单向性。我们在讲一些剩下的这些，大家可能平时并不是很多的思考，但是我也给列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人类的感情它并不能够用来解释圣经。这个还有一个是dopamine 多巴胺。那我这个我们人正常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这个抖音，还有一些现在的一些短视频，我们感觉到我们对它用英文讲有一种 attachment， 这种 attachment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讲是上瘾，但是上瘾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它并没有化学层面，我们有时候讲上瘾是化学层面的。这里我们讲的这种多巴胺就是说，当你在赌博的时候你有一种不确定性，当你在接触甚至一些人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刺激你的一些化学分泌，这些化学分泌让你分不清楚你是喜欢这个人，喜欢这件事情，还是你真正的喜欢这件事情的本意。这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人类包括我自己来讲，经常分不清楚我们是喜欢还是一种仅仅的一种化学反应，多巴胺那种化学反应。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在 dating 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是真的是爱还是多巴胺。还有一个这个 romantic love 爱情 romantic love， 它这里我跟大家是分开的，其实分得很细，大家就会发现爱情跟这个多巴胺这个荷尔蒙的分泌是完全的两回事。爱情是什么？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当然是 communication， 是一种相互的理解，所以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soul mate。 所以在这个罗曼蒂克的爱情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共性，就是相互的理解和共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多巴胺是不需要这个刺激，这个或者是一夜情，这些都不是多巴胺都是多巴胺，它都不是这个，不是爱情。爱情是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基础。还有一个是什么？对未来的幻想 fantasy， 这是这个爱情的两个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这个人类的爱情里面是在讲这个的。那我们在讲神性的爱的时候，都不是这里面的任何一种，我跟大家讲。所以我列出来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理解神的爱不能够用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来理解。还有一个是色情，这个我也不需要，这个色情是它是属于人生来的什么肉体的一个需要。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在这个新约里面它是说什么肉体的情欲、今生的情欲、眼目的骄傲，这个什么凡是情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我们知道我们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情欲色情的东西是人的肉体的本质的需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这个色情并不是从父来的，不是从神父神和真理里面来的，也不是神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放到他们里面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是告诉我们色情不属于人的本质的需要和成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吃食物也会上瘾，还有酒精、烟瘾、化学品，化学品包括甚至是有一些医生给你开的处方药、吗啡等等，这些都会让你产生有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有时候会掺和到人对很多事情的一个情感里面。那这些呢，让我们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爱这件事情，还是对它有 attachment， 对它有一个。硬性的一个依赖。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当我们人类的语言在讲我爱抽烟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你跟烟之间有一个任何的情感联系，而是什么，你对它有一种化学的依赖，这也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是一个东西我们人也经常分不清楚，就是当我们投资一件事情或者对一些的人有投资你的精力、投资你的时间的时候，你会慢慢的搞不清楚你的投资和爱之间是什么区别。所以这个在那个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这叫 loss adversary。adversary 是什么，是什么，在什么讲呢，就是说当我们人深陷于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陷得越深你越不想出来，你会分不清楚你是在爱这件事情还是你真正的
去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怎么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你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并不是你所喜欢的。但是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工作里面。你慢慢的你会放弃你可能你自己的真正的一些的幻想。以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会发现你比较满足于那个现状，你不愿意出来。这会是最后一种，因为你投资的太多了，所以你产生一种虚假的这种情感。这种实际上不是一种情感，只是你不想失去你所投资的东西。但是由这种情感能够，或者是这种思想能够让你产生什么？越来越大的损失，越来越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这是我能够找到的这么人类所经历的各种各样奇怪的这些我也不能说是奇怪吧，我们所都拥有的一些的情感和一些的这个dependency。 那么其实有时候我们有圣灵大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东西，当然爱情不是神所反对的，这里的亲情友情都不是神所反对的。那么有很多的这里的东西都是什么，我们要在圣灵里面要做那个什么 breakthrough， 都是要在圣灵里面做这个砍断，让我们能够什么活在圣灵里面。活在圣灵里面就要是什么，我们只可以保留亲情友情爱情这个色情的这个多巴胺呢，我们什么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能够知道自己是从圣经的原则和从你的这个真正的朴素的感情里面出发，还是仅仅的一种冲动。那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并没有我刚才提出的这么多的概念。新约希腊文里面有提出，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 agape。那它的这个希腊文的动词是 agapeo。那么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在这个 New King James 在这个 King James 这个英王钦定版里面，这个神的爱它翻译成 agape， 它翻译成 agape。但是因为这个希腊文没有英文的对应，也没有中文的对应，我相信可能很难找到。我也看到过法文的圣经，它没有办法能够翻译出来这个词，他们只能找到相似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以至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新的会友，他会误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才会有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他会说，哎，怎么教会之间讲的是矛盾的，并不是，因为讲的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它是有上下文的，它不是讲神的某是特定的一个属性。还有一个是菲利奥是阿嘎佩爱，这个爱后面用的圣经里面以新约圣经里面提的最广的一个词。那么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费城 （Philadelphia）。他用的就是这个前缀啊 ，filial， 那这个就是讲的是我们的友情。那我刚才讲了，友爱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相互性，平等的。友爱是平等的，友爱它是相互的，它是平等的。当然，我想可能在人类里面，可能除了亲情的爱里面，我们都需要追求一些平等。还有一个是 storage。这个 storage 就是一种是什么呢，英文要讲是一种 affection， 它是有一种吸引力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一个宠物它非常可爱，我们心生的一种爱，它叫什么，它就是这种 storage。 那人与人之间，你会被一些的人他的 talent， 他的那个人的个性啊什么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的天赋啊，深所吸引，这种是什么？这也是一种 affection。那不一定非是要是罗曼蒂克式的爱，但是你可能被这个人的人性，或者是他的有些的人格深深的吸引，这种吸引我们可以讲 affection。它可以是跟 friendship， 可以跟友情是共存的。这是新约希腊文里面来讲的。我们要就是说分得很清楚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来讨论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要分得很清楚，我们弟兄姐妹到底讲的是一种 agape， 还是讲的是一种 friendship。当我们在讲某一些的上下文的时候，比如说
对于灵派的教会来讲，我们经常会讲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我就在这里就跟大家描述的就是，当我们来讨论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讲的不是 agape。 那么 agape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仁爱和良善的特点是单向的，而且是是自给自足的。这是神的爱的一个特点，是单向和自给自足的。什么叫单向和自给自足的？也就是神的爱并没有它并不受受体的影响。比如说神爱我们，它并不受我们的行为的影响。那我回到我给大家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讲我们在讲神对撒旦的爱的时候，如果我们那个句子是用的希腊文里面的 agape 的来，那这种爱是与撒旦他本身的行为是无关的。所以说那有些弟兄姐妹回答说的神是爱撒旦，那他是从什么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从 agape 的这个意义上来回答。神的爱它是一种内在的属性，它是良善的，与我们的行为和它的互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在讲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是讲的是互动性的，讲的不是 agape 的爱。所以我在上次分享完了以后，小明弟兄分享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讨神的喜悦。他在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互动性的爱，他讲的不是 agape。 互动性的爱是有条件的，他讲的不是无条件的爱。所以他讲的上下文不是讲的 agape。 所以当有些教会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在讲的是第一个 agape。 当我们在说我们与神的互动，我们作为儿女，甚至是作为教会，作为心腹，我们与神之间的情感的时候，讲的不是 agape。 那我这里我就回答了大家的这个大家的一个问题的这个前面。所以我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这个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层面。那这里我找中文不太容易翻译的，第一个是 physical 的，它指的是这个我们可以从灵恩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是分为肉体是受到化学的影响，会受到生物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个 physical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肉体所存活的这个生物化学体。那么第二点是 psychological， 它是一种心理上面的一种依赖一种影响。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我们要想的，这是更高层次的，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用这个打双引号的属灵的黑话讲，因为新来的弟兄姐妹是听不懂的。这个更高层次就是灵的层面，到底什么是灵的层面？我们讲这个圣灵就是真理，因为这个什么，圣灵和真理是 truth， 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圣灵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一句话它讲的是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理念里面这个有甚至有些基督徒他都会误解的是，以为我们讲灵的东西就是讲的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那是佛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的灵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不愿意用 physical 这个词，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以为 physical 是讲的是 metaphysics， 它讲的是超自然的，是超自然的，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层面，更高的层面里面，一定要涉及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真理，还有一个是灵。灵它是客观存在，超过我们这个物质的三维体的这个真实的存在。还有一个是真实，我们有时候会以为这个在佛教里面的观念，他认为这个一切都是相嘛，他们讲的是一切都是相，就是人所见到的物质都是虚的。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讲的，我们讲的是灵界的东西来掌管宇宙的万物。我们人类所做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应，但是神是整个历史的这个谱写者，他是整个人类历史和整个宇宙创造的谱写者。那他是一个真实。所以从基督教的理念来讲，我们的物质界只是真实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缩影，甚至是不重要的一个小的部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讲神性的爱的时候，我们要从第三个层面来讲，就是真理理念和内在的品质，
还有创造万物的秩序。当我们从这几个词我们来分析耶稣到底爱不爱撒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不再觉得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让人难以理解。神从真理的角度怎么样？神是良善的，神的这个良善的愿望是神造撒旦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实际上呢，神造撒旦的时候，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描述，他是神所造的万物里面最美好的，神所造的万物里面最美好的，仅仅次于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神。但是撒旦因为他被造的很美，他有这样的能力去反叛神，他没有选择去爱神，他选择了去反叛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神对撒旦的爱，从他起初造撒旦的这个目的来讲，神的目的是良善的，是纯全美善的，用那个圣经里面的话来讲是纯全美善的。但是呢，这里没有丝毫的意思在讲神喜欢撒旦的罪，也没有丝毫的意思在讲神对撒旦最后犯罪和堕落负任何的责任，没有的。其实我们在人类的法律意识里面来讲，当你作为一个行为人，你犯罪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主观意愿。如果你没有主观意愿的话，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你没有犯罪。所以你说我作为一个主观的行为人，如果我杀了人，能不能把我当作犯罪的工具呢？不能，因为我有主观意识。那在圣经里面，这个法律概念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如果撒旦有完全的主观意识去犯罪堕落成为邪恶，撒旦首先要有这个意识做一个平等的选择，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去爱神，这就是神呼召我们所做的，他也可以选择去憎恨神，与神作对，他必须要有这个选择才能谈得上他有责任。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对我们大家看到神对他所造的万物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从神性的角度来讲，他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爱的。所以我刚才在讲这个圣经里面用讲纯全美善，也就是说神是没有私心的。有时候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神他作为宇宙的创造主的话，他有私心的话，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他能够亲手造这个宇宙，毁灭这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星系，对他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我们的一切的源头都在于他。他要如果有私心的话，不给我们阳光、水，不给我们这个空气，没有人能够幸免，是不是？所以那个亚伯拉罕看到这个宇宙的星空，看到神所造的万物，亚伯拉罕能够体会到神性的美善，他是怎么做到的？我想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情感。好，那我们下来看几个经文，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大家最熟悉的经文，约翰三章十六节，我把它用英文拼出来，我们目的不是让大家去学这个希腊文，目的是让大家有一个对比，让大家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用的词它是不一样的词，但是有时候圣经会把它翻译成同一个词。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圣经里面还有原文里面，它不是讲的是人呢、啊。那个原文的圣经里面讲的是 God so loves the cosmos， 讲的是什么？宇宙。实际上原文的圣经应该翻译成神所爱的是他手中所造的万物，不仅仅是人，所造的万物，甚至把他的独生子给了他们。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人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一个大爱。我们再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一节，这里就比较有意思了。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 You are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 am pleased。这里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了，这就能够回答我们的很多问题。神在这里是这一段回答，它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父子圣灵同时出现的一个时刻。天父指着在
约旦河里面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指着他的儿子，然后呢，圣灵降下以后，他在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用三位一体的神来看这个经文。所以这个儿子他不是一个天使，他是神的位格其中的一位啊，他自己也是神。他说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那个他用的这个喜悦这个词，我们知道在中文里面喜悦跟爱是什么，是近义词，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希腊文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它的表含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 eudoko 有什么的意味在里面？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 affection 的那个意思在里面，神他对他儿子的喜悦之情，我们作为常人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所做的，他说他要讨他父神的喜欢，他所做的什么事情，他说遵行我父的旨意，是不是？他说我爱我的父，我的父的命令就是我的食物，这是耶稣所说的，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就是遵行我父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他满足了好几个条件，就是我刚才列出来的一个，他在真理上面是满足父神的一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神跟爱子之间的关系，他是层面非常丰富的。神爱他的儿子不是因为他本身是很良善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是良善，而是因为什么？耶稣代表了神的真理和他的原则，他们之间的personality 之间是相通的，父子的良善他们的品性是相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当我们上次这个弟兄来说，我们不是做所有的事情都会讨神的喜悦，是基于什么样来说的？是基于这层意思来说的。当我们做一些的事情，我们符合神的良善的时候，我们会与神之间产生了一种连结，这种连结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讨父神的喜悦。而不是说既然神的爱是不改变的，那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都会爱我。大家明白了吧？这是两个不同词的不同的含义。所以这两件这个相互矛盾的这个逻辑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那是基于对圣经的无知，他才会这样来理解问题。但我们作为老基督徒，我们慢慢的明白了以后，我们要什么？我们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认为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作恶，神都会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看出这个神，当我们强调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同时看到撒旦受到了他应有的审判呢？我们要同时看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这里又用了另一个希腊文，它跟这个 eudokio 有同样的词根，但是它不是同一个词。但是在这里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这里提供了神所接纳的，神按照他的良善的本性和神性，他所接纳的这个行为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希伯来书的11:6也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我们不能够以神他是爱作为借口，来为我们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来推脱，说我们做什么都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完全两件不一样的事情，这是完全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希伯来书，这是有一个更接近于我们这个人类软弱的一个经文啊，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认为这段经文是他的 favorite，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色彩。约翰福音的21:15，他来描述了什么呢？描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跌倒以后，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以后见到彼得就特别的什么，他觉得非常的 guilty， 他觉得这个内心充满了不安，他就与耶稣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因为我们知道彼得虽然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心里爱不爱耶稣？他心里是爱的，他心里是爱的。他虽然软弱，但他心里是爱的。所以我学到了一个功课，什么？我们在耶稣面前也要这样子。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犯罪，但是我们心里是爱神的，我们是站在他一边的。这就是我们在讲
基督徒有没有真正的悔改，这是看，就是看这个。彼得就是一个例子。不论你有没有真正的，不论你认为你的跌倒有多大，你的心里是不是爱耶稣的？如果你心里是爱耶稣的，你永远都有悔改的机会。那么在这里，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们知道，当你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代表的是这句话问的非常的双重，问的是非常的戳中你的心，是在问你的内心到底怎么想的，不是啊，不是随便问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 Do you agape me？ 这时候圣经出现了一个很动态性的一个转化。彼得没有接他的话茬，我们从中文的翻译来讲，觉得大家彼得是照着原话回答的，实际上彼得没有接耶稣的话茬。彼得说了一句，说的是：“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我是用有爱的这个爱，我是用菲利奥来爱你。”耶稣说：“你用永恒不变的神性来爱我吗？”彼得不敢接这个话题。彼得说：“我用有爱来爱你。”那彼得是不是谦虚？因为彼得，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上下文是什么？彼得在生命的威胁当中，他在不确定性当中，其实除了威胁还有一种不确定性。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的儿子，为什么会被小小的罗马的兵丁抓获？为什么会被一个小小的政权，会连这个巴拿巴都不如，被钉在十字架上会钉死？他内心有无数的挣扎，他在问自己，他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不仅仅是害怕，那彼得三次不认主。那彼得在这里有非常复杂的心情，他说他在这里说他不配用神性的爱来回答耶稣，他就向耶稣说：“我用有爱来爱你。”其实我们知道他这样说不是谦虚，也不是过于内疚，他这么说是非常符合耶稣与他的3年半的这样的一个交情，他与耶稣之间有这个每日生活起居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感。彼得他的内心相信什么？因为这样的情感上的连结，他用一种是什么？我刚才跟大家分析过，这个 filial 他的友爱有一个什么特点 ？reciprocal， 它是一个相互的。这个相互的意思就是说，彼得认为耶稣在3年半对他生命的影响，能够帮助他回答这个问题。彼得实际上是在说，耶稣，你给我的爱，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不能够保证我能够超出我个人能力的什么范围来回答你，但是我能够按照你给我的友爱，按照我的能力来回馈给你。所以这是彼得说话的一个前提。耶稣在这里他又说了，那有一些的牧师他会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耶稣在彼得回答完了以后，他的三次回答都有不一样的。第一个是你喂养我的羊，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牧养我的羊。第三个是什么？你喂养我的羊。实际上这个在英文里面它是第一个喂养跟第三个喂养还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一段的细节，我们是强调这个爱的这个词。那么第三次耶稣在问这个彼得的时候，耶稣突然就降级了。耶稣不是在问你用神性的爱来爱我吗？耶稣是在问，那你能不能用有爱来爱我？是不是耶稣在降级了？那很多老基督徒非常喜欢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当神在与我们人相处的时候，他不断的在迁就，在体恤人的本能的弱点。人的本能的弱点就是不确定性，人看不到灵界所发生的事情，看不到天国的神的荣耀，但是人更容易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所以耶稣在体会人性的软弱，他就不再用你能用神性的爱来爱我吗？因为彼得他觉得做不到，是不是？耶稣就问他，你能不能用有爱的爱来爱我？然后彼得在这里说的是，你是知道的，你无所不知的，你知道。好，这是这个故事来这个
来描述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爱，它在不同的这个上下文里面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精彩的一个 insight，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启示，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讲的不是神的永能的神性的爱，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是与神有这个沟通的一种互动性的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很多东西给混淆。那还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概念，就是当我们走进每一间教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神在这里啊，这个概念也有点类似。那神是不是在这里呢？在这个诗篇115篇里面讲的是什么，这个大卫写的诗说，神的灵你都在哪里，我飞到天涯海角你在那里，对不对？我飞到地极你的灵在哪里，我在阴间下榻你的灵也在那里。他讲的是什么？神在阴间他都在，他在地狱里面神的灵都在那里。那我们讲神的同在，是不是讲的是神在那里呢？不是，是在讲神的灵与那个会众之间的沟通。他不是在定义神是不是在那里，因为神在任何地方，教会里面教会外面都在，甚至在这个，对不对，佛堂里面神的灵也在那里。但是问题是，那里的会众的心灵与神里面有没有契合，真正有契合才是神真正在的地方。否则那句话只能说是一个什么 political correct， 它只能说是一个政治正确，没有实际的意义，没有实际的意义。说神同在在那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我们与神有心灵的契合，才能有真正的同在。那好，那我们再那个快速的看一下这个神的恨与愤怒。那我刚才也提到，在希伯来书，我上次在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悔改。其实我们看悔改也有很多争论，当然也有一些争论，他们认为是什么，我们只要有一次悔改，我们就不用再悔改。那还有一些的说法呢，说的这个悔改要不停的在进行。那么说我是站在哪一边呢？我认为我们首先第一点，我把这个悔改这个词的意思先说一下。这个悔改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这个，大家知道英文讲的是 repent， 是不是？这个词实际上它的词根跟希伯来文是对应的，它讲的是回头。就是这么简单，他讲的是回头。那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回头。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回家的时候，我要从这里面走这个401往西边，一直在走，一直往西边走。我如果在过去我们没有 GPS 的时候，我在大多伦多转，我转丢了。当我看到401高速的时候，我的心就一亮。我只要我上到401 West，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够回家。那我们基督徒的悔改有两种，你要回家，你不能上401 East， 你上 East 的是永远回不了家的。那个悔改是什么？认识天国的方向在哪里，这是一个悔改。还有一种悔改是什么呢？你在途中，你下来，你肚子饿了，你跑到这个服务区里面喝一杯咖啡，你找不着北，出不来了，你需不需要那个？你需不需要找你的路？你需不需要找个指南针？你需要，是不是？你需要。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悔改不要把两种悔改混淆在一起来讲。有一种悔改是指的是谁是造物主，你的救恩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悔改如果你是真的，你不会再认撒旦为你的造物主的，你也不会再认佛陀为你的造物主的，那个造物主就那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世上没有任何名可以借着得救的，除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认识到这一点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方向性的悔改。你把401 West 和 East 搞对了。但是我们还有什么？我们 Daily Bread， 我们每日的悔改是什么？当你走到岔口的时候，你要转向，不然的话你会有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回答圣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弟兄姐妹的讨论的时候，有时候也有那个弟兄姐妹在带查经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问这个问题，你说的是哪一种悔改。我们在这个翻开启示录，在第二章开始，神在讲七个教会的悔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到新约了就不用悔改，
启示录是在新约发生的最后，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圣经用了 repent 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希腊文用了同一个词，所以我没有理由相信神用了另一个，我刚才讲有两类的悔改，但是两类悔改神用了同一个词，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争论能够给我们论据说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需要悔改。如果神对七个教会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把你的金灯台移去，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把你的名从圣城耶路撒冷删掉，我们有什么理由讲任何的一个神学说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需要悔改？尤其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大家知道现在中东战争又开始打起来，我们不知道他的事情闹得有多大，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神的国要来，有可能很快就会来，在启示录的阶段我们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肯定的，就是神对启示录里面的教会在讲你们要悔改，对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神是表扬的，其他的六个教会神都说要悔改，所以这个不是神对不信的人说你们要悔改，对信的人说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大家要很清楚。其中有一个教会是什么？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出，当我们做一个 lukewarm Christian 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真理不痛不痒的时候，随波逐流的时候，神说你要悔改。如果这件事情还不能够引起我们对悔改的认知，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神学的教导可以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悔改，有什么样的根据？我不是很清楚，他是不是要把整个启示录删掉才可以？他还要可能要删掉旧约的，什么 James， 他要删掉雅各书，还要删掉彼得前后书，他可能要删掉三分之一的新约，他才能成立。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大家要很清楚。我们在讲悔改的是一件事，基督徒你认识神了以后，我们要在不小问题上与神不同的同工，不停的同工来做一种自我的反省与提高。Alignment 这个就是就像我们的 GPS 在你的小城市里面，你在多伦多里面开车你永远不会丢，但是你要如果在一个死胡同里面绕圈圈，你会有很大的麻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需要悔改，这个是没有任何神学的根据。那么希伯来书这里面，保罗在这里也讲，他也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他在这里说，主必审判他自己的子民，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这个我就结合刚才所讲的，大家也是很清楚。如果仅仅是讲神的爱和我们只用悔改一次的话，这一篇的经文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为什么这个主必审判他的子民？这是因为我们的神的子民是会犯错误的。你们个人不要在心里谋恶徒，彼此陷害，也不考其假，是因为这些都是我所恨恶的。批判亚述，这是旧约里面的。在这个诗篇十一章 ，The Lord tests the righteous， 神测试公义的人，因为他的什么？他的灵魂憎恶邪恶。我们讲得很清楚，这篇经文我们可以对比，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同时，他也会很憎恶邪恶，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今天可能如果把今天的信息缩短到最短，我们可以这么讲，神的爱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但是并不影响神对什么对邪恶的审判。我们不希望被神的邪恶被神所审判，我们不希望成为邪恶的人。罗马书十一章，所以要留日，神的恩慈和严厉对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你只要你继续在他的恩慈里，他是恩慈的，不然的话你也会被砍下来。他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批判我们新约教会的一些人看不起犹太人，我们觉得是我们现在才是正统的，犹太人是旁落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们只有活在耶稣的恩典里面，我们才能够尝试正公义的。
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心态就是，只要我受了洗，我就是公义的。不是，你常常的常在耶稣里面，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常在耶稣里面，我们才是公义的。我们不常在里面，这个在新约经文里面的常在里面，它意思就是说，我们反复的、不停的，包括悔改在内，反复不停的来与圣灵同工，反复不停的，用悔改的方式来拒绝神所不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不是说每秒钟在发生，但是那一个是一个这个经常发生的一个事情。你一周里面有一些固定的时间，也一年里面有一些固定的时间来纠正你的你与神之间的这个偏差，关系之间的偏差，来追求这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常有神的公义在我们里面。好，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那我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对这个神的爱的这个错误的理解。我们感谢神，神用这个永恒不变的这个大爱，一直来对我们，这让我们没有悔改的人永远都有一个回到父亲家里的一条路。但是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神所真正渴慕的是我们与他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那个永恒的无条件的爱，这个亲密的是关系，是一个我们与神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个心与心相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是有条件的。而我们基督徒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去讨神的喜悦，也可以选择不做。但是这个能不能得到神在这个选择里面能够给我们的祝福，能不能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我们要追求的。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作为结束。求神保守我们，我们知道你用你的无私的